好，今天我们用兽队新事物来挑战一下这次的时风。我一抽阿飘，真的是阿飘之塔，哇，太扯了！我也是抽了很多阿飘，我抽了大概五张，厉害吧？就是被打好像没问题的。考考，行。第一关洗好技能之后，今天就是让大家看这里真正的实力了。哎呦天啊，被打了 ！No No No No， 天量太多了。Oh my god， 完了！洗个技能吗？好，慢慢来，这样。光柱主要是排那个叠珠了。哦，糟糕了！行，跳起来了。现在呢，开个全开，开个全开。这里的话，这样好了，光珠先留好。希望他可以电击旁边的那个光珠啊，右边的两颗。哇、哦，运气这么好，真的假的？好，要记得消木珠哦。太扯了吧，这运气！叠珠猛猛的，好扯哦！碾压碾压！接下来第四关，开个龙哥。哎、欸，不用，这边没有开龙哥。他到底有没有加机显示啊？可恶，居然没有加机显示，都转得那么好了。手消八康，打多少啊？哇，单张破千万，第五杆，这个全体攻击。记得这个龙科开要绿木珠哦，这对没有木珠就。那凤梨就会断掉，可是没有加机显示真的好，感觉没有看到全部的感觉。不过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那个伤害，应该是蛮扯的。加机越跑越出去，这应该是破表的那种情况啦。因为你看那个伤害真的恶心到，他感觉显示的数字都很小。行，第六关。风化最底下，仙宫再风化，哇，风到爆！哇，这转的也太好了吧，谁转的？好扯哦！哎、欸，那个加机显示一直不知道到哪边去了，七 combo 以上 ，OK。想想这怎么转？好，这个叠珠没问题，手消七，天降到哇、哦、一大堆，天降到十，哇，这场伤害好夸张哦。这边的话，开这个排珠还是开这个潜行啊？开潜行好了，伤害比较高一点。还记得，只要手消到暗珠就没问题。天降到多少？九、十、十一。哇，这天价好扯哦！看最后伤害，单张就破亿耶！那光随机伤害太扯了吧？这总伤一定是五亿到十亿之间啊，好扯哦！加四屋直接碾到底，这都有兼具凤梨增伤效益没那么大吧？
兼具腐蚀的效果没那么大，但是它本身是有带有 1.5 倍的增伤，我是看中它这一点了。再加上兼具腐蚀本身的那个伤害可以叠加，所以其实还是有用的。好，这个太扯了。